表演杨氏简化37式。站在他左手边的是泰国永延杨氏太极拳学会的会长吕维金先生，站在他右手边的是新疆太极拳协会副会长钟明女士，站在后排左手边的是西安市武术协会办公室主任赵红女士，中间的一位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杨氏太极拳学会唐大英女士，站在右手边的是陕西省武术协会